竹山正觉寺是地方信仰中心之一，庙方也一直秉持观音大士慈悲为怀的精神，长期乐善好施，帮助弱势。而为了能帮助边缘户能够提升生活品质，庙方也准备了许多白米，规划了一场冬令救济活动。今天正觉寺举办109年度这个冬令救济慈善活动，今天的物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白米发放哈。今天呢要领取这个物资，基本上就是边缘户啊能够领取这个物资啊，能够让这个边缘户呢受到更多的关心啊，让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得到更多的温暖啊。希望借由今天这个物资的发放哈啊，能够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也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啊，能够带动整个社会更加有爱心。能够有这个活动呢，希望呢能够带动有更需要帮助的人呢能受到帮助。在活动中，救国团竹山团委会长谢远游浩也率领会员到场，与青工会、副工会的成员们协助这场活动的进行，并感谢正觉寺规划活动的善举，能弘扬观音大士慈悲为怀的精神，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竹山正觉寺游兰之文主委还特别在举办这场冬令救济、冬令关怀。那我们也看到现场，我们竹山救国团以及竹山青工会、副工会的伙伴，大家一起来这边协办。那其实，在竹山的正觉寺，他信奉观音大士，那一直以来的话，就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关怀众生、来协助众生的一个角度出发，那在地方也确实做了许多来弱势关怀，以及说照顾很多乡亲的一些事情。感谢大师爷以及竹山正觉寺对大家的一个关怀付出，来希望这样子的过程可以让他们能够更好，来改善一些生活的情况，来重新再起。议长何胜峰感谢正觉寺管理委员会的善行善举，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能号召更多民众一同投身公益，帮助他人。记者卢宇凯竹山采访报道。